脏脂肪哦，你的不一定啊。刚才你们检查这个 body fat checking 哦，如果你是三到六啊，恭喜你。如果你的不一定啊是三到六啊，恭喜你。因为这个保鲜纸哦，这个保鲜纸在我们每个身体的 organ 就是要维持三到六的话，是你就刚刚好就包着你的 organ 啊。如果三到六的话呢，你就包着你的 organ 了 ，OK。如果三到六叫做绿灯 ，traffic light green color， 绿灯了，三到六，三四五六啊。如果七八九你是黄灯，七八九你是黄灯。如果你是十以上啊，那个叫做红灯啊。看看你是绿灯，你是黄灯，你是红灯。不过，如果你是三到六，都是男和女的话，其实也未必里面的 organ 是健康的，真的有。所以你自己要去去消化看看，现在目前我的内脏脂肪是多少？其实我们的血管，我们身体里面呢，身体里面很多小动脉和大动脉哦，就是小马路、大马路或者 highway 的路哦。OK， 当男生的 body fat 25%，女生的 body fat 35%呢？当男生哦 body fat 20%，女生30%的话，是你开始有 spare 打压了，只是 spare 打压你阻能大了一点点，就是男生是20%。女生30%啊，你开始腰围粗了，开始粗了，肚腩病开始跑出了。当你男生在25%，女生在35%哦，你还是照样吃，你不要粗哦，你要进你不要粗哦。说变成呢，我们身体很棒的，我已经放完了在你的整个肚腩啊安全的地方，大腿啊和手啊，但是你还是照吃哦，我来不及哦去消化，来不及跟你溶解。所以变成这种情形状况之下呢，它就会霸气我们的马车路，马车路哦。因为啊，好像女生呢，你35%了哦，你还是觉得我有身高什么的啊，所以他变成就 OK 了，你要吃吗 ？OK 了，我你的全部安全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，放在这个地下室好吗？对不对？因为已经满了啊，咖爸满了，反正楼下这个咖爸满了，是不是没得办吗？去别的地方放吧。别的地方也是满了，你再去找。所以这个男生25%，女生35%的话，就是你还是不要去出燃烧脂肪的话，是 OK 了。我先放去血管，血管最多嘛，我们是的小动脉、大动脉，对不对？放了过后，也还是不要理，就是害怕去肝脏，最后是心脏。我们身体是慢的，它不会马上全部放去心脏的。先放这些 ，OK 了，放到满了过后，是不是你不理他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中风？所以我想问大家吗？瘦的人会心脏病吗？会，瘦的人也会心脏病。你不要以为觉得我高烧了，我靠嘛，我傻傻了。但是你存的都是内脏脂肪。你看这一个老师哦，22.5哦。刚才我有讲哦。如果是内脏脂肪，绿灯是多少号码？你是啊啊，三到六。对，三到六，你听我讲啊，三到六就是绿灯，三到六是绿灯。OK， 所以你看他红灯了很久了，他红灯了很久。他跟我讲，他讲啊，上个有些长高，上个讲说，电啊，其实我开始我的脚啊很容易麻痹。其实手脚麻痹的人哦，手脚麻痹的人是。就是跟我们讲呢，就是你的血管呢开始可能有点塞车，你的血管可能有点塞车，所以你要很谨慎去看。目前你自己是在哪一个 category， 你是在哪个 reading， 这变成你才会知道怎样管好自己的体重管理。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进去十以上啊，不约费，就是内脏脂肪。所以如果你男生的你的内脏脂肪超过。35%呢 ？Sorry， 不是啊，或者40%，男生40%的话是，你会觉得你跑不久，走不久。如果目前你这个 size 的话是已经维持有3年以上了，你会觉得你的紧呢，看到吗？你会 stiffness， 你的紧呢，你的那个 shoulder 肩膀是很僵硬，很僵硬。如果你很僵硬的话，是不是你去看医生呢？医生讲你没病啊？你没有慌，
甚至我都顾问跟我讲 ，K， 我见了血哦，上个礼拜医生讲我没有事情，也会有哦。验血是98%准确，你做这个 protocol 的话是就是有80%到85%。其实最准确哦是自己的心脏，如果内脏脂肪你是超过10以上，你的 body mass index 是27以上的话呢，你真的是要仔细看看我应该要怎样做。但是很多人告诉我，哎呀，我吃了啦，食少，运动我就会瘦啦。我同意。如果至少能够瘦的话，是这个小男生和后面的男生呢，他们两个可以说啊，他是个男生，这三个小男生呢，可以。如果你超过35岁的话，是你要靠运动来做减肥的话，是我跟你讲，门都没有。因为我从2006年哦，我去做健身到现在哦，2006哦，一个礼拜多干，一个礼拜5天了哦。整60岁的这种身材，你就想了，如果只是喝咖啡，不过运动也是很重要。但是我的方法就是能够给懒惰还有没有时间做运动的人呢，都能够让你gain muscle，燃烧脂肪、排水，还有下体重，来看看你的皮下脂肪准确吗？标准吗？你自己知道。还有，你看看你的内脏脂肪标不标准 ？OK。现在我们来看看 body mass index 哦，看看。